身边经过，你微笑的那刻已融入我心窝。星空下的你我多快乐。曾约定的承诺，像是一首情歌，在心底附和。微笑代替沉默，像绚烂的烟火。就这样遇见你，不知不觉靠近，融化掉了任性，不由得我说明，好想对你有种感应，却不敢轻易相信。多可爱，像个洋娃娃，后来一下就变成了假小子了。这个是五岁的时候吗？就是那年，他妈妈要出去闯事业，我们就把他接过来了。他爸爸走得早。哎呦，奶奶，别，哎呀，奶奶，别这样。当着孩子说这些干嘛呀？行了，这个。咱先别看了，看电视啊！走进科学，马上就到了。好了，奶奶，看电视，来，看电视。知道你没有睡那事儿不许记得哦。你笑，不行，不许记得，全部忘掉。忘不掉。忘不掉。嗯。忘不掉。嗯。那我给你施魔法。南希，南希，快忘掉，全部都忘掉。你的一切，我都忘不掉。你别说我，你小时候还哭鼻子呢。
你记不记得我那个时候让你逃出那个栏杆，让你翻栏杆，然后你刚一跨过去，咔嚓，你裤子裂了，露了大半个屁股在那。我也不嘲笑你。南希啊，如果让你回到小时候，你愿不愿意？不愿意。如果让我回去的话，我也不愿意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挺开心的，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小木头。但是就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什么遗憾？今年要是没有发烧该多好。没有生病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起跨个年，然后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过生日，那样该多好呢！没有生病，就可以跟你一起过生日。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，我都陪你一起。好。谢谢项目。生日快乐！哎，你的小美秀，哇哇！今晚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对了，这个是陈尔洛给你的生日礼物，一个鸟巢咖啡的礼品券。这陈尔碰见我省事儿吗？毕竟他集训比较忙，没什么时间嘛。就知道帮他说话。我跟你瑞哥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他一般计较。对，走走。你今天早上看到老胡没？脸上贴了个创可贴，走路还一瘸一拐的。还有，他今天早上可没骑他那辆宝贝的28自行车，坐公交车来的。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了保护学生，我们的老胡面对暴揍那是面不改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，证据确凿啊！哎，那证据来了，再说。来，坐下。你是被保护的对象之一，你来跟我们大家说说呗。说什么？让我们一叔说什么？说说我们的老胡是如何从天而降，救他和陈尔洛于水火之中的英雄事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看看我没骗你们吧，当事人都说是了。不是他跟陈尔洛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啊？跨年那天，他和陈尔洛差点被流氓给欺负了，老胡把人给救下来的。哪受伤了吗？这陈尔洛怎么搞的？怎么不保护好你啊？干嘛呢他？他受伤了。他俩是没事。没事没事。我看老胡伤得不轻。老胡？他伤什么了？瑞哥，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儿，怎么就你自己不知道？全世界？班长，你不会还宣扬到别的班去了吧？我们主任为了救学生，被流氓打了一顿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老胡这么感人吗？不止，他还吼了一句：“我看谁敢动我的学生！”
胡老师上是这么来的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马上要上课了。快回去，快回去。都怪我不争气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。我跟你讲，要是我在，我绝对不会放老胡一个人在那儿。程小胖一点用都没有。还好你发烧了。哎，快点给我细致的讲一讲，你老胡怎么从天而降的？还有程日洛他是怎么临阵脱逃的？其实也不是临阵脱逃了，他也是怕我被误伤。当时老胡那一嗓子确实把我们给吓坏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就只能乖乖听话走了。这个老胡平时对我们那么厉害，关键时刻还是挺爷们儿的哈。就冲这一点，我觉得我们该给他颁发一面锦旗，是不是班长？锦旗会不会有点土？是有一点啊。那我们也得对他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。嗯，那倒是，那倒是。老胡还想低调呢，结果现在胡言胡语都出来了。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程尔洛往外散播的。我跟你说，他现在就是马上要去集训了，也是不怕老胡对他说些什么了，开始作死了。我跟你讲。起立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老师昨天晚上洗澡不小心摔了一跤。鼓掌。胡老师辛苦了。胡老师辛苦了。谁擦的黑板呢？哎呀，这粉笔灰都掉我眼睛里了。哎呀，您辛苦了啊！没想到我们这帮学生还是挺暖心的吧？胡老师啊，不然您回去休息一天，我们保证不闯祸。对呀，胡老师都知道歇歇了。先放吧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同学们坐坐坐。不要以为你们心里的小算盘老师不知道啊，你们就是想借此机会讨好我，以后少给你们来点随堂考，是不是？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老师虽然受了点小伤，但是体力管教你们还是够的。那是那是。这个跟大家说一个正事儿啊，这周呢，学校会从各个大学请来一些高级教授来给大家上升学讲座，各个专业的都有，具体时间呢大家去公告栏上看一下。我想重点强调的是，那些有打算自主招生的同学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，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。咱们把课本打到第32页啊。周四有滨海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讲座，我要告诉南希。哦，可是讲座在报告厅，人会很多，南希会不自在。不怕，我陪他去就好了。走。哎，你忘了，林医生说过了，假如有一丁点情绪上的波动，南希的成绩会受到影响的。对呀，我差点忘了，他上次月考是不是倒退了3名？不行不行，那不行。哎，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啦，从年级第9到年级第12还算是很正常的。那也不行啊，万一就是那3名挤掉他的名额怎么办？事关升学，马虎不得，马虎不得。我们瑞哥什么时候对自己成绩这么上心就好了。我们那成绩下还有同学的那个竞争力啊，没有那么激烈。我每个单科分的提高那么一咻咻，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啊。不过我看这次老胡也挺想南希去的，而且这讲座肯定对他帮助很大的。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吧，这次老胡说的这么明白。南希肯定知道，要是他想去的话，他肯定会关注的。但是如果你开口的话，可能南希就会勉强自己去，到时候反而适得其反。所以我觉得南希的事情还让他自己来做比较好，你觉得呢？说的好有道理啊！你好细心，那就没说了。哦，好了
了好了好了，我们瑞哥什么时候能再勤奋一点，我和南希就放心了。遵命，小美秀。啊，遵命，走。嗯，给我。给我。南希老师，我就凑了五六句，拜托我。撒娇对我没有用的，给我。自己放出来。三、二、一。赤壁赋错了三句，等于错了一半了。你这分不要了，罚抄一百遍。批判行吗？南老师，我下次一定好好默写，别公开处刑了吗？逼我玩这一套，没用的啊！我要重新做一个学习计划了。还有计划？他的代码是恶补语文计划。南老师，恶补英语计划怎么还没完成呢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就三天内默写完批判行。三天，三天你让我默写批判行，你咋不让白居易直接魂穿我呢？或者你给我做个开路？一天肯定够了。一天吧，文老师，三天，那就一小时吧。那就去背啊，南老师。造的什么孽，真的是。态度。鸳鸯江头野村口，一叶秋帆瑟瑟瑟。小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脸板了一路了。啊。三天之后，我要把《琵琶行》全文背诵出来，南希是要搞死我呀！三天确实有点过分了，不过没事儿，来杯续命水，下午接着奋斗啊！哎，我现在恨不得就着咖啡把课本给咽下去。哎，我刚背哪了？千呼万呼始出来，千呼万呼始出来。小瑞，小雨初。胡老师好，胡老师好，胡老师中午好。你们俩中午不上自习，怎么又到咖啡馆来了？不是，我刚刚在练习朗诵，我想找一片空旷、安静一点的地方，练习一下，顺便来买杯咖啡。行了，你就在这鬼扯吧，你就是在教室坐不住。没有。夏瑞呀，不要觉得老师磨叨。你但凡能把吃喝玩乐的时间分出来一点儿留给学习，你的成绩一定会上去的。我听王老师说了，这次全班的默写，只有你一人默写不下来。这个王老师天天打小报告。王老师关心你的成绩还有错了吗？没错，特别好，对不对？吴老师，夏瑞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保证。保证什么？你保证？你也不让我伤心。今天人多。我没好意思问你，那天跟陈尔洛受没受伤？没有没有。你们俩呀，马上就是成年人了，长点心好不好？不过好在你们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，等你们毕业了，我也可以清静清静。我说老胡啊，这是我的咖啡馆，不是你办公室，你要教育他们，回你办公室教育去。我不也是你客人吗？我就是不喜欢你当着我面教育他俩，行不行？赶紧回去，你们俩喝完东西，赶紧回去上自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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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老师再见，走了，李。胡老师再见，拜拜。胡老师再也不见，没有了。被逮个正着吧？看什么？你说我们易老板人多好多和善，就跟老胡成朋友了。哎，都是命啊。果然怼人才是他的真本色，什么胡言胡语都胡扯。
胡言胡语是什么？嗯。干什么你们？都给我住手！不要欺负我的学生！你们把他夸得跟神兵天将似的，这点我保持怀疑。不过这事儿吧，还到真相他能做得出来的。嗯，真是他的朋友，还替他说话呢。夏蕊，你不是特别好奇我跟胡老师为什么能成为朋友吗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就像我爱这咖啡，他爱他的学生一样。别说这种话呀，一老板呐，鸡皮疙瘩呀。我就知道你不信，来，给你添上东西。这是你们胡老师刚刚落下的，这儿，请两位好好看看。胡老师把你们班每一个同学的学习情况、进步空间，包括你们的缺点，都记得非常清楚。他总是说一定要了解你们的情况，才能更好的帮助你。你说他要不是真的爱你们，他何必呢？闲着他。没事跑我这儿多喝点咖啡不好吗？马上就要艺考了，高考呢也不到半年时间了，你们真的要努力了。就当报答你们的胡老师。听见没？嗯。行，看你俩今天这么乖，一哥请客，想喝什么？老样子。你能不能换一个？我专一。喝不腻吗？你呢？我也是。你说的啊，不要后悔。我这儿有新进的咖啡豆。哇，哎，我没有想到，这个老胡居然是这样的人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你早就知道，我早就知道，你不告诉我，哼！是他建议罚抄错别字的。所以说我每天累得手都要掉了，这个主意是他出的，是吧？嗯。说你怎么给我补课补得那么狠，原来是背后有他帮你撑腰啊。哼，知道就好。上辈子到底是欠了你的，还是欠了老胡的？我真是活不了了。可能都有吧。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啊，你听不懂，就是路还长，总是会还的，别急。我现在背到蜀道至南，难于上青天了。那下一句罚抄100遍。你怎么不让李白魂穿我呢？你找李白去啊。再见。青鲁漫年母腹挺，初为霓裳后露腰。我大高中三年，这三年我跟白居易我就刚上了，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。琵琶行，再逼我，你再逼我，你再逼我，就去学琵琶。我看你这个霓裳露腰到底是个什么腰？算了，学我也学不会，我干脆我直接穿回唐朝。我一把大火把白居易的诗我全给他烧了，哇！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我这一行为感激涕零，顶礼膜拜。哎呦，到时候没准那学校门口的雕塑就是我了。夏瑞，一个为中华儿女的减负事业鞠躬尽瘁而后已的英雄。你听好了，操操切切，促杂谈，大周小周落玉盘，金国英语花底花，又夜泉州冰下南，冰泉冷色心凝绝，凝绝不通声暂歇，碧悠悠愁爱恨生，此树无声，我胜有声。四哥 ，What？ 背他。哇，
好厉害哦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这最后两句呢是名言，你一定要背下来，考试会考。那我可以只背最后两句吗？全文背诵。哎，对了，南希，你上次月考是不是？不是。什么不是？不是因为帮你补习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那请背吧。不是啊，我听说那学霸们的高三都特别变态，他们为了多拿几分不惜爆肝刷题。那万一呢？那竞争力那么强，万一他们把你名额抢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嗯，也是啊。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啊？我就是觉得和你学习我心情很开心，然后我就学习就有效率。知道了。赶紧背吧。南希啊，没事，我可以背下来，你不用。快背吧。我得帮南希做点什么。小蕊，顾教授，顾教授，刘顾，你们俩怎么过来了？顾教授，我能给你介绍一下吗？这位同学呢是南希同学，他特别会做木工活，而且也会设计工艺品，他做的木制品啊都特别精美，而且呢对建筑也特别感兴趣，希望能得到滨海大学建筑系的自主招生名额。小蕊，现在是上课时间，赶紧回去上课。南希啊，他真的是个天才啊，顾教授，哇，你看他这个眼睛，小蕊，还有他这双手，小蕊好了，多么好看！对不起，还有你看看他这双手啊，多么好看！走，顾教授，去上课。南希啊，他叫南希啊，特别会做木工活。顾教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学生还是有点顽皮，但是这个男孩就是我跟您提过的，天赋极高的那个学生。你刚刚干嘛拉我呀？多好的一个机会啊！只要顾教授愿意了解你，你什么样的机会没有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愿意说话，其实我可以帮你说的。你那优点，我可以从天上。那行背了吗？南希，南希你在哪？南希，南希。希望以后能在滨海大学的校园里见到贵校的同学。一定会的，顾教授，一定会。辛苦辛苦。慢走，顾教授，顾教授，那个，你小蕊，怎么又来了？不是，南希他。南希，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哎，这位同学，你等一下，我能看看你的书包吗？可以啊，给您。顾教授，这书包是南希做的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背过木质的书包，我以为会特别沉，特别容易坏，但是我背了几天还特别顺手，而且这课本放在里面，分门别类，一目了然的，特别好。对，我能打开看看吗？可以啊。能。您看，请你转告南希啊，我会在滨海大学的自主招生现场等着的。这真的吗？谢谢顾教授。顾教授，再见。谢谢顾教授。慢走，顾教授。慢走，顾教授。快点回家吧，南希，南希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顾教授，他说他会在那个叫什么顾教授，还有，你坐下，慢点说。你刚运动完不能坐下的，对心脏不好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常识问题。等一下，不急，慢点。就是，顾教授。他说他会在滨海大学的自主招生现场等着你，他记得你。这个自主招生它是一个双保险，只要你有了这个名额，它就像一个定情丸一样，你早一天不为高考担忧就早一天。我现在只担忧你。担忧我？你担忧我什么？
背完了吗？行吗？琵琶行，背完了吗？这顾教授刚刚好像还跟我说了什么，我没听清楚，我要去听。想跑，现在背。这是好心没好报，我那么帮你，放一天假吗？你努力让我去宾大，我也努力让你去宾大。你放心啦，我肯定会跟你们一起去的。你想啊，你们的大学生活要是没有了我，那会失去多少乐趣。蔡瑞，如果你去不了宾大，那我也不去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怎么能不去宾大呢？那读建筑是你的梦想，你不能随便放弃，知不知道？哎，我前面那句话就是胡说八道的，我乱说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嘛。我一定努力啊，我肯定会考上的。不就是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吗？871个字，刚啊！我很厉害的。巡阳，知道，不要提醒我。来吧。浔阳江头夜送客。你跟我说都不让我提醒啊。风。在喧嚣城市之中，穿越过车水马龙，逆流着人潮汹涌。我不渴望能被谁懂，了解在我的眼中，背后不同的天空。我把我真不错，是吗？客气客气。我错了，我眼睛都闭上了。你这什么眼睛？你是你自己眨眼了，好不好？不如我们再来一张。你自己过来瞎凑热闹，你现在又开始说，你在干什么？杨宇飞来宾大参加自主招生，你想陪着他，又不好意思，对吧？对吧？你不也不考宾大吗？做做什么？说不定我今年就能考上呢。哎呦妈呀！你先考过我再说吧，你就是今年滨海师范的艺考也都在这儿考，都一样。可惜就是川若今天要比赛，不能来跟咱们一起合照了。他明天决赛对吧？嗯，对。状态怎么样？今天他呀，都已经让咱们给他准备庆功宴了。嗯，这小子嘚瑟的，信心十足哈。放心吧，他能赢的。你说他能赢，他就能赢。为什么呀？和校门合影，那叫游客照。到此一游，那还是什么？给你，能不能单独给你拍张照啊？嗯，不用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完了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这么多人，坐吧。
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，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里，保存着有你的回忆，你是回忆里最美的风景。正靠在墙壁，看着我偷笑是你眼睛。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，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里，保存着有你的回忆，是回忆里最美的。